2021年7月4日，新疆独库公路全线通车，不少自驾游爱好者一早已经蠢蠢欲动，想嚟走翻转。但事实上，呢条路系1983年就已经起好，点解话啱啱通车呢？原来独库公路系一条会冬眠嘅公路，一半嘅路程系喺海拔2000米以上嘅区域。受到新疆天山山区冬季降雪、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，每年10月到第二年嘅6月左右都会实行交通管制，只会喺夏天短暂通车几个月。独库公路特别嘅地方当然唔止得咁多，佢被称为中国最美嘅公路，地处天山山脉中部，纵贯天山南北，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，南至古丝绸之路重镇库车，全长大约560公里。独库公路建成之后，使到南北疆路程由原本的1000几公里缩短了近一半，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大里程碑。独库公路地形特殊，急弯斜坡比较多，过半以上地段横过崇山峻岭，穿越深川峡谷，可以欣赏到5里不同景、10里不同天的绝美景色。另一方面，这条公路连接了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，人民风情都很独特，来这里自驾游可以大饱眼福，沿途会经过克孜利亚山地景观区，红山石林极为壮观，而附近的天山神秘大峡谷蜿蜒曲折，峰回路转，峡谷中更加发现了开凿于唐代的佛窟阿艾石窟，窟入面有精美的壁画，这个地方已经成为著名的外景拍摄基地。独库公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，但其实它在70年代开始修建的时候是一条国防战备公路，168个有份起路的军人因为雪崩、泥石流等原因遇难，被安葬于公路沿线的乔尔玛烈士陵园，并且在附近修建纪念碑缅怀他们。